刚打开，我都没去，我都没点。手里按二提前拉雷，怎么可能啊？我是肉汁，我是 juice，我是肉汁，妈，我是肉汁，我是肉汁。川音帮我挡刀，川音。肉汁在广场中间啊！川音帮我挡刀。肉汁是粉红。肉汁是，你别晃，你别晃，你别晃，我帮你挡，我帮你挡，我帮你挡，别晃，我帮你挡。真命。好啊。这么感人吗？一看红红就不是好人，他往人群里面一跑，然后又躲起来，我就直接给他刀了。我给红红刀了，你们看到了，就在防腐左边，我过了。没问题啊。Saki 问个问题，网红死没死？过。发电了。没死，没死，没死！哎，好刀啊，好刀啊，我认啊。红红咋好热情啊？刚刚他说他叫我名字，我说我不跟你打招呼，然后就感觉不对劲，就是那种就是很热情，一般很热情的时候呼呼仔就不是什么好人。过我这把一看出来你就是个好人，所以我说我保你，但他一直跑，他一直跑，他更像好人了，我还保你过。但是我觉得布布这样一直追我，他不像什么好人，他想把我杀掉啊！我投布布啊，过了。哎，掉线一个。我们这边铜珠说他是肉汁儿，所以我还有芒果还有深一哥都贴在铜珠旁边帮他挡刀。然后我一直想叫铜珠过来，我给他报身份，然后铜珠好像没听到吧？嗯，过了。对，我只听到 C 哥说别动，别动，别动。站着给你挡，然后我这边有三个人啊，好像是芒果、C 哥、YG， 然后就没有了，然后身子掉了，就这点信息。一开始小白哥在那，我说小白哥帮我挡刀，他也没什么说话。当时一开始他是没有跑的，所以我也觉得还行吧，熬过了。我跟你说，小白哥他为什么跑？小白哥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红珠说我是肉汁。帮我挡刀，然后崔婉莹当时在那晃了一晃，崔婉莹说我才不帮你绑刀，他就跑了，然后这个时候不不不就追着他一起走了、oh. 所以说我觉得崔婉莹他是什么身份呢？他应该是中立级以下，他有可能是个猎鹰，他肯定不是狼，你知道吧、嗯、要不然他就是个秃鹫，你懂我意思、嗯、他不想白白的就这样死掉，他还想喊出那一声主人，他没有等到他要等的人出现，所以说如果这一把我们不知道投谁，有可能我觉得可以投崔婉莹、哦、是这样的，是生生子和我一起从北港下来的时候，然后我们走到花园往下走，走到一半他突然回头了，他突然回头去追袁绿了，我看他和袁绿俩人贴了就快贴一起了，但是抱你进来他俩都没死，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应该都是好人吧，因为袁绿也没有到生生子，生生子也没有到袁绿，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反正起码我们三个都是好人的情况下，那雅老师这一刀我也能认，我觉得最然后 C 哥说出崔婉莹，但是我没有见过崔婉莹和黄富吧，我觉得要不我觉得我听下来最不好的，我觉得可以把芒果出了，他是装模作样的问阿萨给说这个网红死没死，我觉得要不咱们出芒果吧，那万一他是网红 呢不敢出的，我觉得小三说的对，我刚才跟深深子和油炸鸭在聊天、嗯、然后一边往走，然后我们也没看到什么东西，然后我们三个都活着，我们三个应该都不是坏人，芒果上来就问阿萨给问题，我觉得他不怀好意，他应该不是什么好人，过。我操，他俩是网红怎么办？交代几句遗言啊，不不 NPC 双狼，然后 YG 不是好人，笑三病了。你的遗言不如不说啊，你好像没死了，我这遗言丢掉了，你给我遗言上了，我给他剃了一个票。我们他妈的是，我们他妈的是共同的朋友，你病了，奥布斯邦狗，共同的朋友。对，共同的朋友。笑死我了！是啊，最明显，最明显问题，你知道吗？他就是的，被追着跑，崔婉莹。是的，是的。他不是被追着跑，他就是他妈的那个什么玩意儿？哎，那个叫什么？那个。不想挡刀，然后跑了。谁？对他不想。我是肉汁，三姐。哎。
我先说啊，你这个刀有点不像好刀啊，但又有点有就是有大家跑上来，上来我虽然点他身份了，但我就得点了。你要真是个警长，你两刀刀死俩坏的你也赚了。你这个上来一刀，你都没看清楚是谁，而且我跟萧山贴在一起的，你啪他一刀，直接给尤大家直接给萧山砍了。可是萧山是打你，对吧？尤大家第一轮刀了个轰仔，第二轮刀了个萧山。虽然萧山上了猛踩我，但我觉得萧山是个好人啊，他就只是病了而已，很正常。他有这个发言太正常了。尤大家，你好好解释解释吧。我不认尤大家这刀，我过了。出身啊，我觉得尤大家就是警长，我认了。我你真是出生的牛犊不怕虎。校三上把这样要出他，他居然能认校三好的，那只能是你也是个坏的，你俩是不同队伍的坏的呗，是不是？我觉得尤大家是好的，我觉得猫头蒙古有点怪怪的，他可能直接报警，他可能是不带刀的坏人，他可能是炸弹狼或者说是秃鹫。我觉得可以出猫不吃芒果，我觉得大家是好的啊，过。哎，我也觉得出猫不吃芒果没有问题，因为第一个他刚刚五个弃票，只有狼人能有这么多弃票；第二个他刚刚点五个 NPC， 说我们是双狼，那已知芒果是狼人，他点的双狼里，我感觉以芒果的性格，他会点一个好人一个狼，那么我是好人 NPC 可能也是狼，但别的不说，我们先把芒果出了 NPC 要密切留意啊，过。而且他也不打原绿，我只能说一个问题，那就是。在金字塔我也在，芒果走跟萧炎走下去了，最后我只听了芒果一句砍死你，然后他就报警进来了，我都不知道下面到底发生什么，但是我觉得猫不是芒果肯定把萧炎刀了。然后 NPC 说他们说刚刚那个最后一局上一把最后说他跟猫不是芒果是朋友，我觉得双王，好吧，先出芒果过了。对啊，我上马就投的芒果，我一直觉得油炸鸭这刀就是我从是第一轮就开始我听尤大爷发言就挺好的呀，我是认他这两刀的呀，没有问题，过了。这芒果不吃芒果，你这个发言，我说实话，这个尤大爷刀的是刚才要带票出你的人，你这发言就有点出身牛犊不怕虎的意思，然后你进来还没有打不是很远，你居然打帮你刀人的尤大爷，然后NPC 应该不是狼， NPC 要是狼的话他只能是爆炸王，又要苟到最后丢炸弹，就是所以一直在我旁边。然后布布这把也在广场，我们几个都在，我建议可以把芒果投了。但是哎，但是又是油炸鸭，听一下油炸鸭发言吧。如果是芒果动的刀那就是芒果，如果是油炸鸭动的刀那芒果拍了紧那再说。 OK 朋友们，你们真是病了，真是好久没跟你们一起玩，怎么发现你们的大脑好像跟不上了呢？首先我跟你们解释一下，我说我跟猫不是芒果是共同的朋友是为什么，因为第一轮同桌说他是肉汁，只有我 YG 猫不是芒果帮他挡刀，我们站在他那儿，所以说我说我们是共同的朋友。然后我再说为什么我要投崔婉莹，因为当时同桌让崔婉莹帮忙挡刀，但是崔婉莹说我不，我才不帮你挡刀，他不帮肉汁挡刀他能是什么好人？所以说我说崔婉莹一定是中立计，下他要么是个猎鹰，要么就是一个那个吃尸体那个玩意儿，一下想不起来名字了，懂是不懂？所以说要出猫不是芒果，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对，秃鹫，但是我跟你说我肯定是一个好人，懂了吗？所以说如果说猫吃芒果等会儿有什么他这个身份我们存疑的话，就把崔婉莹投了，因为他一定是中立计下，他不想帮肉汁挡刀他是什么玩意呢？啊，过。虽然我不喜欢猫不吃芒果，但是我觉得这一局猪猪和布布的发言有点奇怪，他俩感觉在互保，保持一下我的怀疑吧，过。上把我给你弃票猫不吃芒果，这把你要出我的票点到外面的小老虎了。上一把笑三在不知道什么情况的情况下，他说他就要保我们的小老虎，然后出芒果，那他肯定是有问题啊，我给他刀了也没问题啊。猫吃芒果，你真该死，出我们的小老虎吧先。哦，有这家刀的人，那芒果我肉汁的时候，同桌突然不帮我挡他。圆规大人，我跟布布布一点关系没有，你要明鉴呐。不是因为，这都不是芒果吗？因为你是肉汁的时候，我老是有刀保护你，很浪费啊。刀不不，
我怎么感觉布布挺好？哎，布布怎么可能是好人呢？布布先保，你能是好人吗？哎，你们两个不要吵了，你们两个就站在我旁边，来，我一手牵一个，走走走走走。啊！不要再打了，不要再打了。反正我都要死的人，我上我是二的，我是正义使者。二的，不要再打了。我是正义使者，我流浪儿童啊！哎呦，嗯，发生了什么？我操！发生了什么？怎么死了三个？死无法以为好人输的啊！警长双倒，然后复仇砍了一个，应该。尹慧川空格按到了，说是。空格按到了，我们赢的 YG 了是吧？这真是弹上去砍到 YG 了，我操！哦，他正义，我现在知道了，哦 ，YG 是，这也在你的之内吗？我操！尹慧川，这也在你的预判之内呢吗？休息的舒服吗，红红仔？哇，肉质真的好爽，这个职业，休息够了没有？我休息的舒服吗？你他妈等着吧！好卡，好卡，刚说。